好青年奖项的张艺兴，欢迎张艺兴。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以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，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？非常开心，非常荣幸，我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也没想到能够得到这样高尚的荣誉，所以非常谢谢，希望大家都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帮助这个社会。对，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？张艺兴热爱舞台，也特别喜欢舞蹈。今天我们的现场呢